there are several practical measures you can take. 在推特播出洗手宣导影片，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呼吁大家勤洗手，远离病毒，还发起洗手挑战活动，点名各国名人响应，包括南韩团体防弹少年团，但立刻引来部分粉丝不满，直接留言痛批：大叔看起来很闲，还有时间作秀，不要用政治消费 BTS， 利用他们打响你的活动蹭热度。你知道你在韩国的声誉很差吗？其实防弹少年团才因为疫情关系取消四月中在首尔的演唱会，前阵子刚结束的打歌舞台也为了防疫不开放粉丝进场，连欢呼声都只能用想象的。어제뮤직뱅크가대박이었는데야어제그엔딩컷이잡혔잖아요원래보통은이제현장팬계신분들이막아환상주셨는데너무조용하니까그엔딩컷이잡히는게무한했어찾는데가조용해조용해아진짜조용해가지고민망하더라고민망했어내얼굴나오는데팬여러분들의힘이있는거기서나는내머릿속으로항상을만들어놨어팬여러분들不止如此，预计四月底在美国展开的巡演也因为表演场地暂时关闭，加上美国疾病控制与防御中心建议未来八周内取消或延期50人以上的集体活动，防弹少年团届时能否在美国如期开唱还是未知数。활동내내사실뭐굉장히무력했죠되게무력했고땀이나도땀이땀같지않은그런2주였어요사실은왜냐면컴백저희가돌아왔습니다했는데아무도없으니까앞에카메라만있잖아요아근데막이제주문처럼외운거예요우리가힘빠지면안된다우리는행복해야된다우리는웃어야된다왜냐지금많은사람들이힘들건데우리는최소한방송이라도할수있지않냐우리가이렇게하면이걸기다리던팬들이더힘빠질거야근데어쨌든그러고뭐콘서트도마찬가지고진짜오래준비했단말이에요진짜오래준비했고진짜많이연습하고연습만정말그얘기몇번했잖아요애들끼리와억울하죠엄청억울하고이걸앞에서보여줘야되는데집에있다가가끔막미친사람처럼막우라통이막이게눈까지올라와요막갑자기막정말막무슨미친사람처럼막울컥올라와서막진짜막소리지르고막혼자서열이받아가지고粉丝见面充满遗憾，目前防弹少年团依旧持续练习中，只能期望疫情赶快好转，站上舞台和粉丝见面。黄全乐今晚有报道。